直问你，既答应合作，为何把我们的人晾在一边？此事我自有考虑。自有考虑。如今赤沙魔道团已经进入火龙谷了，谷外毒瘴漫天，不知道。几个虾兵蟹。能忙得过来？臭小子，当家信他呀。我送你在法海用了半年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送我的法宝。这就来了，你等我。今日我便抓了你。